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，便没有人民的一切。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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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